师傅，师傅，我倒了，快来救我呀！什么啊，连个人机都打不过啊！以后出门别说认识我啊！我丢，这么飞，这如果不救他，这三级套不就是……臭师傅，你干嘛呢？快点扶我呀！耶，小可爱，你人呢？怎么不见了？我在你后面呀，师傅。不要搞了。没有啊，刚才还看到你呢。哎，怎么现在消失了？小可爱，你是不是又开科技了？张建成，我在你屁股后面呢，屁股。屁股？没有啊。奇怪，哎，怎么看不到啊？我在这儿，在这儿呢。你眼睛出问题了吗？哦吼！呀，这怎么有个盒子呀？哇，好飞好飞，我这盒子也太飞了，这把自己稳了。臭师傅啊，说你上把是不是故意让我成盒的？对啊，怎么了？啊，哎，不是什么故意的呀，我上局那是真的没有看到你，好吧？好，你给我等着。哎，你要干嘛？小凯，你别想不开啊。给你个机会，快点扶我起来，快点！哎呦，我生气了！别别别别，又不拉你，咋地？现在拉我起来，给你我的腹肌照。OK。开心一笑最重要，我是天成，点个关注吧。